刀用钝了以后，就是切着不够锋利的时候，我们把刀取出来，取出来以后呢，用我们送的这个磨刀器，磨刀器来刃磨，以斜面的这个面，注意方法，以斜面的这个面来对准这个砂轮的这个面，以这个样子晃，然后斜面，这个刃口这个面贴住砂轮来回拉。 啊，这样，拉到什么程度呢？拉到10下到20下是那个磨那个刀的不钝情况来看，磨完以后我们可以磨一下这边有小小披风为最好，这个刀就磨好了。这个是一种方法，第二种方法呢，我们可以拿一个毛巾放在这个上面，然后把刀放在这个也是斜面放在这个砂轮上。 这样来回拉，也是可以的。注意这个斜面也是朝着这个砂轮的这个边，结果也是一样，磨到什么程度，就是以这个面有小小披风，然后刀口比较锋利为准，刀就磨好了。